艺人郑嘉淳今天是出席自由品牌活动，而这也是她嫁给日本老公之后首度在台公开露面，而老公的真面目也跟着曝光。郑嘉淳透露，目前和老公定居在东京，昨天才快闪回台，而也在行程当中大方分享跟老公的甜蜜生活。 粉色开高叉长裙，脚踩恨天高，刚成为人妻的郑嘉淳是2号性感亮相，也首度公开谈婚姻生活。主要住在日本，然后台湾有事就回来，明天6月吧。觉得在日本，因为如果在台湾办的话，我还要一边当翻译一边当新娘，好像有点累。<笑>你们应该2年后才会想生吧？嫁给日本老公后，得当空中飞人两边跑。这次快闪回台是为了开箱自创品牌，重温求婚点头。 那刻，郑嘉淳幸福神情藏都藏不住。他就跟我说，他完全可以理解并且支持。之后才聊到结婚，他就问我说，我可不可以跟他结婚？ 郑嘉淳话匣子一开，连和先生一起洗澡都能大方畅聊。不过谈到另一半和志玲姐姐的老公一样，都叫做阿基拉，是否有机会来一个大合体？郑嘉淳依旧选择低调，只愿私下让媒体一睹神似孔刘又像李李人的阿基拉真面目。其实阿基拉在日本真的是很常见的名字，你们想看可以给你们看，但没有要公开。24岁就和老公相遇，历经分手又复合。 感情归宿终于定下来，郑嘉淳处处以互安为优先，没有最甜，只有更甜，都很满意，他各方面都很好。记者朱伟哲和冷凯台北采访报道。